但要有缘分啊，缘分很好，遇到净宗法门啊，那就容易了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那你这一生决定生净土，给诸位说，生净土可了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不但出六道啊，十法界都超越了。这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，一了，一切了。啊，那你在这个世间，干什么呢？随便。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；寿命没有到，我要给一切众生做出念佛生净土的好样子，给大家看看。这菩萨实现。这就是劝化众生信净土，了解净土，学净土，将来往生是正净土。一生做佛去了，哈，不是做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不是干那一套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化身大士。但是他烦恼没断呢，他的环境太好了，在极乐世界他生不起烦恼。也就是说，贪嗔痴慢疑恶见决定起不来啊！虽然他有这个因，那个世界没有缘啊，缘断掉了佛法里讲的好，因要遇到缘，果报才会现前。因没有缘呢，果报不会现前。他在极乐世界，肯定把无始无明烦恼通通能消掉，寿命长啊，无量寿。他借出是诸佛如来，不但亲近阿弥陀佛，他同时可以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！经上讲的很好啊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，阿惟越致是七地上啊，语言正三不退啊，所以记住，受我所有，云何明德？你怎么会有得这个念头啊？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有这个念头，这是轮回的念头。得的念头没有了，失的念头也没有了，你就自在了，没有得失了，真的自在了，非得而得，得而无得。
德根非德是业，不是二，两边不住啊，中道也没有啊，是这跟自心相应。为什么呢？本性空寂，跟本性空寂相应。这真做功夫，我们用一句佛号来做功夫。你看，又求生净土，啊，又跟自信相应，一举两得了。这又讲的得了，啊，不要有这个得的念头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一举两得，啊，这念佛不可思议。啊，念佛如果不学大乘经教是业德，就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那我们又同时在学大乘经教，就是双德。啊，这个双德有没有好处？好，有好处。到极乐世界，品位提升了。啊，要知道这个世间事全是假的，做世间事是菩萨事业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帮无非是帮助众生就帮助众生回头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绝对不是帮助自己造业 啊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做这些事情，这里头有我，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养夹杂在里面，那就是造业了。啊，我们要好好去想想，啊，怎样超拔了？再看下面第七，设一戒意，经无量劫。这一句话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也常常谈到啊，如来的经教啊，字字句句无量意啊，啊，何况一首偈啊，此地这个一首偈是广义说的，啊，不是专门指偈颂。古印度，在他们观念当中，四句叫一首偈，散文也是如此，啊，只要是四句就成一首偈。那八句呢，它就是两首偈。他们是这种说法。那不管这个句子的长短，四句叫一首偈。我们中国人习惯是用字数。我们称老子五千言。啊，这本书的分量是五千字，啊，是用字数来算的。啊，现在大家常常学习的《弟子规》，这是基础的基础，啊，根本的戒律，1080个字。啊，中国人是用字数来算的。啊，印度人是用啊句子四句，用这个就算的。那华严经啊，这分量多大呢？10万偈啊，华严经经文10万偈，10万偈就是40万句。
这是龙树菩萨。从龙宫里面传出来的华严经原本。原本华严经啊已经散失了。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了。啊，现在能找到的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本，原文也失掉了。啊，翻译本并不完全，那就是原文传到中国来就是不完整，是个残缺的本子。啊，最初传到中国是东晋时代。啊，只有36000偈。你看看，它是100000偈。啊，只有36000偈，一半不到。啊，第二次传来摄差南陀尊者，啊，传来的时候是45000偈，比东晋时候啊多了9000偈。差不多到一半。啊，唐朝贞元年间，唐太宗的时候，这个代宗，啊，代宗的时代，贞元年间，啊，乌土国是个小国，对唐朝进贡，就是送的礼物，送给皇帝的礼物，里面有一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，就是华严经最后一品，完整的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啊，那么在中国翻译成汉文40卷。啊，现在流通的40卷。这是这一品里头是完整的，没有缺，有欠缺。但是以前传过来的却很多啊，但这一篇完整的啊，那么这样呢，加上这个真元的本子呢，一半多了现在我们读的华严经。民国初年，弘一大师教给我们，啊，我们现在念华严怎么个念法？他教我们读80华严，啊，念到立世间品，然后就接着念40华严，啊，这样总共。99卷，这是中文本译本呢最完全的了。啊，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欠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华严经的大意啊已经能圆满地看出来业绩里面的义理没有边际呀，啊，何况是千计万计，啊，到100000计的华严，这下面解释说。
为如来智慧辩才，言说一计之意，虽经多劫，无有穷尽，称心宣扬，自在无碍也。这些话句句真实，没有一丝毫夸张。啊，这个四句经文能讲多久呢？能讲多劫，不是用年来计算的了，用劫来计算的。啊，劫是古印度时间长时间的单位。啊，有大劫、中劫、小劫。经上所讲的戒呢，如果没有设中戒小戒，通常都是指大戒。一个大戒是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，叫一个大戒。多戒不是一戒啊，设多少呢？说四句偈，显示出如来智慧辩才。哎，这里他没有用诸佛，他用如来。如来是称心，换一句话说，为什么这一首偈能够讲无量劫，都还讲不完，因为他诚信。啊，自信里面没有对立的，这一点诸位必须要记住，没有相对的。啊，你看时间长短，长时短时就对立。他没有长短，空间讲呢，他没有远近，啊，距离远近是对立，他没有，自信我们只能够说，他是究竟圆满，诸佛菩萨教学。你要是真正体会到啊，我们会感激的五体投地啊，激动到啊，无法控制啊，我们怎样报这个恩呢？那教学的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回归自信啊！啊，我们希望我们得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得到这个宇宙，那叫大妄想。回归自信是真得到了，一切法不离自信，你明心见性就全得到了。所以不要说是啊，一首偈。一个字跟你讲都能讲无量劫。这是称心的智慧，称心的辩才，永远说不尽。啊，幕后这两句好，称心宣扬，自在无碍。
啊，底下引经说经云：“如来言一句之意，今无量劫意义不尽是也。”啊，为我们演说一句。啊，这个演是表演，演是做出来给我们看。有行为，有言说。啊，这也是《华严经》上常讲的，一切一切。这个一是什么？一个字。啊，一不是有定法的，跟你讲，一微尘，一毛孔，一毛断，业里头的意思就无穷无尽了。啊，也可以说这个一就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来跟《华严经》两个对应，我们不难体会。啊，你看，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不就说五句吗？二十个字吗？那是一首偈啊。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讲了一部华严经。啊，华严经多大呢？不是我们现在念这个本子。大龙菩萨在龙宫里收藏的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。龙树菩萨看到了。他告诉我们多大分量了。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，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，一世天下未成品。不是十万计啊，十万计是什么？十万计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，就像我们四库全书啊，四库全书编好之后，纪晓岚编了一个目录提要啊，现在的一部书啊，印成精装本啊，把它缩小上下来排列啊，一个版面缩小了四分之一，一张纸上现在是排四版像《大藏经》这么厚，这个本子1500册，目录提要呢5册。我们今天读的《华严经》是龙宫里面收藏的《华严经》的目录提要，不是全经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。能大师讲的四句，讲的五句话，二十个字，内容是什么？跟释迦牟尼佛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完全相同。啊，就是说，能大师这二十个字展开，就是全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那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浓缩呢，就是这二十个字，不增不减了，不可思议啊！
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智慧辩才就从这个地方显示出来。无穷无尽啊，啊，如来有。我们看到如来有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有自信吗？如来就是自信嘛。啊，人人都有啊。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典的时候，我们说不出来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迷啊。这是无明啊。迷而不觉。为什么迷了？佛说得很好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啊！你的如来智慧辩才有没有失去？没有失去，是因为你迷了，这个迷把它障碍住了，智慧辩才不能显现。你能够把这些障碍放下，你的如来智慧辩才就又现前了，它又起作用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是真的吗？一点都不假啊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例子啊，你在他看他没有开悟之前，他很聪明，他有辩才，但是不能说无碍。开悟之后，真的无碍了。啊，那么回头我们再看看中国这个唐朝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他在没有开悟之前，他也有智慧啊，能言善道啊，啊，他虽然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他很聪明。啊，可是他有爱啊，不能说无爱啊，但是开悟之后呢，无爱了。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慧能大师第一部讲的经是什么经啊？大涅槃经啊。大涅槃经啊有40卷，很长啊。啊，他第一次讲的啊，为谁讲的？无尽藏比丘尼。啊，他逃难呢，在途中啊，遇到这个比丘尼。这个比丘尼一生受持涅槃经，对，他天天念。念得很熟啊，古人呢好，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都受到这个教训，一门深熟，长时熏修啊，所以他的功力在一步进上，一步进上的心定容易开悟啊。我们不能开悟啊，就是搞得太杂了，太多了，太乱了啊，现在人所讲的心浮气躁。啊，心浮气躁
不但是道业你不能成就啊，世间法也有困难啊，你做事情的烦恼也多，障碍也多，这是心浮气躁嘛所感得来的啊。所以古人呢一门深入，他心是定的，定容易就悟啊。这一位比丘尼一生他就念第一部经，古时候是这样，经也很不容易得到，像这么大部的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啊，都手抄的，所以得一部经很不容易 啊他念的遍数多，念的时间长，不懂意思啊。南大师不认识字啊，他会听啊，听到这个比丘尼在念这个经，他越听越有味道啊。等他念完的时候，他讲给他听，这比丘尼大吃一惊啊，我说他讲的真好，讲的他能够体会，非常佩服，拉着经本向他请教。慧能大师说，我不认识字，不认识字怎么会经讲得这么好，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什么有关系，与如来智慧辩才有关系啊。这一开悟你就得如来智慧辩才，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，啊，他这一天全能说，说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啊，说的能叫你大彻大悟。啊，可是你大彻大悟，你得具备条件。啊，什么条件呢？戒定慧。你要具足这个条件啊，戒是你守法，你守规矩，守法守规矩的人人心清净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他就有觉悟，你只要一点，哎，他也大彻大悟，他也明心见性啊。慧能大师一生帮助别人达到跟他相等的境界啊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43个人了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啊，过去没有啊，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啊，能帮助这么多人明心见性啊。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真正的目标啊，是希望我们恢复如来智慧辩才。如来智慧辩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，只是你现在有三重障碍，妄想分别，所以他不能现前。这个障碍去掉了，他就现前了。我初学佛，跟张家大师，我跟诸位讲的很多。头一天见面，我就向他转去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，能叫我们很快起入？他老人家告诉我，有，看破放下啊，看破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。放下什么呢？
不可得的你统统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对了。把不可得的放在心上，你就错了，你就迷了，你的如来智慧辩才就不能显现了。啊，告诉你，不是真的没有了障碍，去掉障碍，它就显现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放下不吃亏呀。放下是真成就了啊，你进入了诸佛如来的俱乐部了，那就是十宝庄严。永远脱离三界六道，不但三界六道也脱离了，永远脱离十八界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条，身边住处犹如虚空，为如来为诸众生处处现身说法，犹如虚空，了无形象可得，随缘应化，自在无碍也。这是说的如来法身，法身没有相，随缘现象。法身在哪里？法身无处不在，法身无时不在。他能随一切众生的感自然其用啊，就是应众生所感而现身。众生的感不一样，他现的身相不相同啊，众生是有心求佛菩萨，佛菩萨应化没有心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化身其用，也是自信其用。诸位总要记住啊，经上所讲的字字句是讲自己，不是讲别人啊。所以你看看这个经文里面啊，每一段它分两个大段落，第一份是自分，第二段是圣境啊，第二段是帮助自己提升啊，自分是本分的啊，自信发而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自信不起作用，自信起作用啊，起无量无边的作用。这里面
都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他自在无碍啊。如果他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他就跟我们一样了，啊，他就堕落变成凡夫了，他就不自在了，他就有障碍了。不自在障碍是这么来的啊，这里面三重障碍，你看谁一重你就得少分自在啊，谁哪一重呢？不执着了，我们自己马上就晓得啊，我执着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呢，很苦啊，很辛苦啊，很劳累呀、啊。我一切都不执着了，随顺大家，大家怎么说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欢欢喜喜，人就像个弥勒佛一样。那不执着了。啊，知道说你们执着是六道凡夫，不执着的人超越六道了。啊，如果再不分别呢，那他是菩萨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呢，他就真的发生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啊，起心动念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啊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，这我们搞清楚啊啊，所以秘诀就是放下。那为什么放不下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。事实真相搞清楚叫看破。啊，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放下就是嘛。啊，你很辛苦，你很劳累，你很操心，这冤枉。你不能怪别人，是你自己放不下。啊，工作呢？工作一丝毫不妨碍。啊，菩萨示现在人间的时候工作，你看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，教学49年。啊，真正负责任的好老师啊，一天都不缺课啊。一个人找他教一个人，两个人找他教两个人。从来没有拒绝过的。啊，真正是有求必应。往生之后，弟子们把他老人家的教诲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。49年所说的很多 啊经典有限啊，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集结经藏的是吧，释迦佛陀当年所讲的大意，啊，记录出来。啊，那些当年跟追随佛陀的弟子，
用这种方法，把自己修学的心得留给后人分享。啊，后人如果是有沉静的心，像印祖所讲的，就能得利益。啊，十分沉静的心，他就能成佛。八分九分，他就能成菩萨。六分七分，他就能成罗汉。啊，有个四分五分，他就能得人天。印祖所说的话了，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自己沉静之心呢很薄弱啊。所以学佛这么多年呢，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受用啊！这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“明智为重”啊，没有提升。啊，名字为什么是有名无实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从什么地方看？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还会发脾气，还会怨恨人，还有恼怒，啊，还有不顺心、不称意，还有这种心。现象发生，啊，这都是什么呢？这都是明智为重的现象，啊，观行为重啊，那功夫得力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。纵然有，很淡薄，啊，观行是讲功夫得力。啊，得力的人怎么样呢？得力的人他不会堕三途。啊，他修学一切法门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，啊，他来生肯定在人天两道继续修行。啊，那功夫得力了。功夫得力的人，如果是遇到净土法门，他决定往生。啊，名字为重不一定啊，而往生没有把握。啊，功夫得力是自己肯定。啊，深信不疑，决定得生。啊，那么念佛，什么叫功夫得力呢？啊，像刘素云居士那样的功夫得力。你看功夫得力，现前有个好处，他得的是个觉证，没有用医疗啊，自己好了啊，这是念佛功夫得力，没有别的嘛。啊，八年前得这个得病，他报告说得很清楚啊。住院的时候，跟他得同样的病，有好几个人，而且呢都比他轻，他是最严重的，都走了，都不在了。啊，他怎么好的呢？他是个老实人，说话别人都相信，医生也相信，念阿弥陀佛念好的。啊，怎么念好的？念阿弥陀佛功夫得力。什么叫得力？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表现在外面，他是讲了一句话，
他对任何人没有办法生起怨恨心，连发脾气的时候生不起来啊。他说出这句话，我们一听就明白这功夫得力的现象啊。还有怨恨恼怒烦，功夫不得力了。功夫得力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没有了啊，不会怨人，不会恼害人啊，不会发脾气。怨恨恼怒烦都没有了，这念佛功夫得力了。你心恢复，恢复的正常，清凉自在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观点，我请同学们大量流通。啊，听他的观点就是上课。把它当作经典一样来学习啊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。他这个观点是03年录的啊，03年5月4日啊。得这样病的人，这一般医疗里面数据上所说的能够活上半年一年就不错了，就很难得了啊。所以事隔这么多年，我看他的观点，去请香港那边的同修打听一下他还在不在啊。香港同学回我的电话说在，这人还在，而且把他电话告诉我了啊。我在3天前打个电话问候他，声音响亮，我问他身体怎么样啊。好，很好啊，一年比一年好8年了，真不容易，现在完全恢复健康，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啊。这是一个真正标准的念佛人，现身说法做给大家看啊。我们念佛要像他那个样子才行啊。他真放下了，一丝毫挂念都没有了啊。他这个观点我听了10几遍了，还没到30遍啊，超过10遍了。我常常看了啊，就希望他学念佛的同学要向他学习，决定得胜啊，坚定信心，坚定愿力，真有把握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啊，为一切众生处处现身说法，着不着相？不着相啊。我刚才讲了，这些现身说法的人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像六祖，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示现在这个人间啊。释迦佛是80岁
30岁开悟的，就讲经教学，啊，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回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所说的这些经典，字字句句是自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，所以字字句句有无尽的毅力。随缘应化，自在无碍啊！啊，经云：“虚空之性，不可得见；如来一耳，实不可见。”啊，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啊，不是你肉眼能够见到。以自在故，令一切界，他能够现形。让一切众生见到啊，他有没有自己意识？没有，众生见到是有缘的众生就见到了啊，所以有缘众生起心动念见到佛见到菩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跟法性相应啊，我们有感自性它就应啊，就像那个江本博士的水结晶一样，我们有心善念或者是恶念，它就有反应啊，现出这个相来给我们看。那、啊、化身菩萨亦复如是啊，我们是有念啊，有分别执着，他没有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你一定要懂。啊，有念就有障碍，无念就没有障碍。啊，所以他能够随缘开导一切众生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应该怎么说，他就怎么说。绝对没有分别之处，没起心动念，这不可思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也学习到此。